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同陈山聪两年前玩完的何超云将小聪子打回原形，蜗居九龙湾。至于何超云早已大厂分手快乐了。上月底有帅哥陪看戏，上周六同两名友人飞到曼谷还神，撇下陈山聪独自去偷欢，自信的他素颜兼3.40人，肉光四射。恢复单身的超云近日积极以短信约周柏豪吃饭，企图复合。对被超云宠幸的周柏豪只好无奈地表示，你不要再玩我了。酷六娱乐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